有像。小朋友随手拿起雪橇喊阿妈，打起雪仗，兴奋刺激，欢笑声不断。南投合欢山24号上午太阳露脸，低温持续下探-2度。虽然已经停止降雪，但山头被打造成了银白世界，仍吸引大批游客上山追雪。他非常开心，因为在台湾可以看到雪，是非常幸运的事情。很开心，第一次看到雪没摸过，所以又很好玩。不少家长把握时光，和小孩一起堆雪人，享受天伦之乐。有人玩得好尽兴，但却有人还卡在观制站，已经等不及了，就对了。对啊，反正现在都要等。大量车潮涌现，排队等待通行，民众等不及下车堆雪人打发时间。另一头也有人蹲下铲雪，亲手准备伴手礼。这个要带回去给同事的哦，同事有交代。虽然合欢山已无降雪，但路面积雪还没融，除了大雨岭到慈恩路段可正常通行，担心打滑车辆行经鸳峰到大雨岭路段仍得加挂雪链。至于五岭至松雪楼路段，由于道路陡峭，也建议加装雪链。民众开心赏雪景之余，还是要注意安全。民视新闻张家伟南投报道。